朋友，你去过新疆吗？那里的戈壁大漠、天山牧场、吐鲁番的葡萄、哈密的瓜，还有美丽的达坂城姑娘，想必你已经耳熟能详。但是，有一个撼人心魄的壮丽奇观，你却未必留意。每年九月，当天山脚下的棉花盛开的时节，数以百万的女人们像候鸟一样，从自己的故乡不远千里一路向西，汇聚到无边无际的棉田里采摘棉花。十年来，有近千万的人参与其中。据说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劳动迁徙。今年九月，我不仅目睹了这个奇观，而且还带着一群女人也加入了这个行列。然而，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的首次西行，竟然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洗心革面之旅。一切都匪夷所思，一切都始料不及。马先生，哟，大明星来了，来。马先生，好好好，先走了，哎，九转，哎，好，干得不错，来来来，请。哎，水果呢？马先生，我这马上都该上车，你啥急事？非得把我叫坐坐？救火，救火？负责带队去新疆的黄副乡长，老娘病了，这病的还不轻。他来不了啊，下午2点河东村还有个摘棉花的动员大会，你代表咱乡政府说几句啊。叔，咱俩不是商量好了，你叫我陪媒体记者去省城了吗？你能不能换个人？你看他们不能。这扶贫攻坚哪人不是手头一摊的事儿？这黄副乡长给你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啊媒体那朋友那都有人送，也不差你这一个。你这个孩子呀，那点小心眼儿，你这就是假公济私，打着送人的旗号，不就是想见见你的女朋友吗？三号选手，唱得不错啊。你的故事环节和主持人沟通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怎么搞的？你们公司领头的在不在？在在。我就是三号选手的经纪人赵佳琪。这是吃的，不是玩的。等妈妈做好了再拿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看着。丹妮姐，嗯，小娥，还弄你那早呢？啥事儿啊？看看人家，人家的厂子该开业都开业啊，人家的项目该上哪都上哪。你说你这夹心早啥时候能有眉目呀？呀，不正招着，急啥嘛？你再磨蹭，就赶不上人家巧媳妇的扶贫专车了。我不贫，我也不炫人。傻，你才傻！过来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干嘛？神经兮兮的，干嘛呀？扶贫贷款不要抵押，又没有利息，你干嘛不要？人家那有钱人还故意装穷，就你实诚。
喂，朴永明，你咋回事儿？你不是说跟电视台的采访车一起来吗？那人家都早到了，那人影都没看见你。本来我都计划好了，是要跟着电视台采访车一块儿回省城，可你们村非要开那个什么去新疆摘棉花的动员大会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如果晚上进不了集，我全赖你。全体村民请注意了啊！全体村民注意！新疆摘棉花的动员会下午2点钟准时开始，请村民们抓紧时间到村委会集合开会了啊！进来开会啊！全体村民请注意！全体村民注意了啊！去新疆摘花的动员会下午2点钟开始，请村民们抓紧时间。你好，请问您是潘金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。孩儿，我不是潘金志，我是潘金志他奶奶潘金莲。婶儿，你咋说话呢？这可是咱们蓝乡长。电视上见过，我认识他呀，他不认识我。蓝乡长，我是潘金志。哦，安妮，你干啥？待会儿啊，你就照这个念啊，看他会背了啊。蓝乡长，嗯，看来今天这会啊是开不成了。咋？这还用问吗？人都让巧媳妇给勾跑了，守着家门口，又能挣钱又能顾家，谁愿意跑那么大老远的去受那份罪呀？不来正好，我这个经纪人还不干了呢。哎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去新疆摘花那可是劳务援疆的政治任务啊，上级领导很重视，咋能说不干就不干？您给我说说你们村这个扶贫有啥新举措？一亩地2000多斤，按去年那个价格，毛走如。马乡长，等等，行，那先就这啊。好，嗯。文明啊，你这个价，恐怕我是不能准了。为啥？刚才啊，这个黄副乡长给我来电话，他老娘病情又加重了，恐怕这次到新疆的任务就得落在你头上了，叔。那新疆我都没去过呀。再说了，一群妇女，我怕是领不住啊。我这不会听戏的，我也觉得二金唱得好，那不光唱得好，人长得也排场了。哎哎哎。拿不拿第一呀、啊？俺都不指望了，只要有个名次，哎，他别家的祖坟上啊就冒青烟了，是不是马姐？是，不是都俺你说的。哎，嫂，来过去让姥姥给你们尝尝妈妈做的夹心枣饭好不好吃？来，嫂子，来，吃吧。你咋弄的呀？你那场啥时候办呀？他办场。那都是没影的事儿，哎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死妮子，你小声点儿，正报数呢。恭喜安妮小姐今天取得优异的成绩，下面我宣布3号选手的得分是。面条我都擀好了，一会儿大伙就留下来吃吧。等二妮拿了冠军呀，大家伙呀，来是你娘请的大喜。不是我说话了，算数了。来这边，有空来玩啊。好，慢走啊。好嘞。哎呀，热闹死了。妈啊，该吃药了。咦，吃啥药啊？你一点眼力劲都没有。二妮要得了冠军呀，我这病不吃药也能好。下面我宣布3号选手的总票数是817票，
恭喜阿妮小姐顺利晋级总决赛，让我们期待她更精彩的表现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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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鼓掌啊！掌！今天的事儿，真对不起啊！你废话少说。我这关蒙混过去了，那还有半决赛、总决赛呢。蓝无名，你到底来不来？我去不了了，老马让我带队去新疆呢。啥？你要去新疆？哎呀！哎，你咋来了？范姐姐。啊？我有事找阿姨，她在不在？在屋里呢。没去省城陪着二妮儿啊？我有事儿缠着了，所以。哎呦，你别因为所以的，啥事儿重要啊？二妮儿参加比赛是千年等一回，她谁都不信，就信你，那信你跟信神似的，天天给我们面前说你有才，文章写得好，你这么关键的时候你不去搭把手，将来恨你一辈子的。就是，咋不去啊？阿姨。今年乡里派我带队去新疆摘棉花，我实在是脱不开身啊。啥？你带队去摘棉花？嗯，现在人凑不齐，潘金枝也撂了挑子了。阿姨啊，您是老新疆老经济，我找您来是想请您帮帮忙，看能不能想想办法。哎呦，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子，恁这当领导了都没办法，我一个乡下老婆子，我能有啥招啊？没办法。阿姨，妈，人家来求你，你也给他指个路。那蓝文明就为这事儿头疼的，他头疼，我还头疼，腰疼，浑身疼呢。新疆摘了一辈子花，落了一身毛病。我早该谢谢了，咋还逼着我上阵呢？再说了，那二妮那么重要的事儿他都不管，我凭啥管他呀？妈，行啊，行啊！哎呀，这地球里人谁都能转，咋还非都赖上我了？那潘金枝不是说了吗？啊，我要当星妈，我还就要当星妈，让他看看，将来二妮得了冠军，事儿多钱多，那得有自己人帮着。你们都不帮，我帮，我还跟二妮。妈，李大菊，你别烧包，二妮儿那当然冠军呢。就是，那么多人，那冠军不是那么好拿的。那万一要拿，你闭嘴！你闭嘴！没有人非逼那个废物。妈，妈，你把人说跑了啊？跑了。二妮儿，再找个有本事的，比他强的，给我去追呀！啊！蓝万明，蓝万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别生俺娘的气，他也是为了你和二妮儿好，怕你俩生气散了。摘花的事儿啊，你也别太着急。不行，我帮你问问，看谁能挑这个头。大妮姐，谢谢你了。我真没想到，在这个时候你能出手相助。咱村的情况，我确实也不太了解。现在时间又这么紧，这事儿只能拜托给你了。这话生分了，都不是外人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全力的。阿妮，蓝精灵电话。就不理他，理他干啥？不是你理他有啥用啊？你这话说的都不对了，我告诉你，这蓝精灵啊，用处可大了去了。
哎，大妮儿姐，我正往村里赶着呢。我不是大妮儿姐，我是你二妮儿姐。南无明，我准备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哎，美丽，哎，我跟你说的那个去新疆的事儿，你考虑的咋样了？大妮儿姐，小娥，你那边问的咋样了？我问了好几家，人家都不愿意去，更别说挑头了。你这边咋样？哎，都没吐口呢。那咋办呀？要不，你再去问问。还是抱童树好。要是没有焦书记在这里栽抱童，也做不出这么好的棋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古筝的音色真是太完美了。如果要让安妮给我们这个古琴厂做一个形象推广、包装宣传，绝对火。哎呦，赵总，这屋里头太热了，要不咱外边借也不说话。大妮姐，嗯。我想了半天，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挑这个头，谁呀？你。啥？净瞎说！别说挑头了，新疆我一次都没去过，不行。咋就不行啊？你为人实诚，大家都信得过。再说了，你要不挑这个头，就没有主心骨，根本就不会有人去。不行，我不听你解释。包装宣传不是免费的午餐，既然是公司行为，没有不要钱的。那行不行？你该跟我说。哪有当众打脸把赵总撵走的？对刚刚脱贫的村办企业，狮子大张口，你好意思？还有没有点公允之心？你是领导，你高尚，我高攀不起。咱俩没有什么话说了，咱俩拜拜吧。哎，妈，你去年常说的那个新疆的老羊头，现在还有联系吗？我都不去新疆了，我跟人联系啥呀？来，哦，那今年的棉花收购价多少钱一斤呢？管他多少钱一斤。嗯，来，放这儿。来，宝贝儿，到妈妈这儿来。哎呦，让孩子多吃点菜啊。哎。先吃个肉肉。大妮儿，嗯，你咋想起来问我这了？我想去新疆摘花。除了摘花呀，我还想干回棉花经纪人。妈，那潘金枝呀，也只不过跟你去过一回，棉花经纪人那活儿，他能干，我也能干。哎，妈。先去找老爷啊！妈，你教教我咋了？就您的脑子，压根儿都够不着，教你也不会。妈，你咋就这么看不上我呢？结婚，放着有钱人你不找，放着城里人你不找，你给我找个瘸子，打工，人家都挣了一疙瘩回来了，你呢？落了一身病不说，还差点把小命给丢了。一怄气就是给我几年，我说轻了你不听，说重了你给我怄气。现在你还想去当经纪人？当经纪人咋了？爷，来儿子，你个死鳖腻子，我还没说你两句，你倔倔倔，你倔倔倔。你倔啥倔啊？你跟你妹妹比一比，人家找对象至少是个乡长，出去打工那挣钱又多，活又轻，你要有他一半，也不至于到新疆去摘棉花。你就是个缺心眼儿，缺心眼儿。妈，啥叫缺心眼儿？啥？死气。
说谁呢？跟谁学的？跟谁学的你？都不学个好你！早啊！哎哎，你好，小张，心情不错啊。我看大家伙早上都挺开心的啊，笑什么呢？南乡长，你看手机新闻吧。年轻副乡长如此包养女明星，谢谢宝宝们送的礼物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啊，喂，拜拜了，你还打电话干啥？别二妮，你到底想干啥？啊？你是不是想红想疯了？你才疯了呢！一大早上像条疯狗似的逮人乱咬，我咋惹你了？你要是想炒作你自己，你别拿我来当陪衬，咱俩都拜拜了。你为何还要把我拿到油锅里煎呢？啊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要是敢再有第二回，啊，我跟你没完。把我杀了。公司需要，要想挣大钱，就要不顾脸，明白吗？可你不能牵扯到我的朋友，你编这些瞎话，让人家咋活？进来，进来。哎呀，出发时间定了吧？这啥？嗯？我想请求调动，挪个地方。实在不行，我就辞职。为啥呀？我想了好几天了。身为乡干部，我不能给您丢脸，更不能给政府抹黑。就为汪上那点破事儿？嗯，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栽培和厚望。不对，不是我，组织。你把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当儿戏了啊？派你带队去新疆，你竟敢给我撂挑子！你要是不去，别说辞职，你调动都木门儿。我告诉你，啥也别想，赶紧回去收拾东西，准备去新疆，好好给我洗个澡。你这是咋了？你就别忙了啊！今天晚上二妮儿办决赛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赶紧到咱娘那边看电视吧。你要是去晚了，咱娘又该不高兴了啊！谁能比得上你？
这歌还是我教二妮的，咦，唱的比我好。去吧，大妮。不去。你不去的话，咱妈还得骂你。你说，为了咱们俩的事儿，你们娘俩生了几年的气？自从有了咱们手，这疙瘩才解开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这疙瘩又系上了。说不去就不去。哎呀，你说你，你这是跟谁怄气呢？跟自己。我家在农村，我的母亲特别辛劳地把我们姐妹抚养长大，她宁可自己吃苦受累，也不让我们受半点委屈。在我心里，我的母亲是伟大的，她为了养家，每年都要去新疆摘花。听她说，那里的地大得看不到边，太阳也很毒。也许在很多人眼里，那只是一片普通的棉花地，但是在母亲的眼里，那是我和姐姐的生活费和学费。因为过度劳累，她突发脑溢血倒下了。我们可以理解你对自己母亲深厚的感情，让我们为安宁的真情鼓掌。二妮说的这个人可是你？嗯嗯。我咋听的话味儿不对呢？哪儿不对了？听的话那意思，咋想说你死了呢？你才死了呢！死八戒，你跟那死妮子一样，都盼着我早死呢。要说咱家这日子过得也可以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的。我知道你心眼好，替兰文明着急。你说他一个乡长他都没办法的事儿，你说你挑那个头逞那个能干啥？其实吧，我不让你去，就是为了攒手。就是为了攒手，我再去挑这个头。我不能让你们把我看扁了，我也不想让儿子倒着我的脸，叫我死妮儿缺心眼。我不能让他这辈子有个窝囊的妈。你把那个汤喝了再走行不行？你喝了汤再走呗。马乡长，这是我们村啊学习蓝副乡长文化扶贫新举措，为这专门从省城请的学美术的大学生回来画的，您看中不中啊？哟，我觉着这窑也太细了啊！咱这劳动妇女可都不是林黛玉，我跟你说，这扶贫啊，不能光扶到墙上啊，得落到地上。扶贫的关键是啥？那都是扶人。是，你那画到墙上可美啊，花里胡哨，风一吹雨一淋，啥都没有。咋样啊？他们都愿意跟你去，那好啊。可是他们都不相信你会挑这个头，反正我是没辙了，说了半天都不管用。牛小娥，你不能打退堂鼓啊！你给我拍过胸脯，只要我挑头，你会赴汤蹈火，全力辅佐。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我啥时候说话不算数过？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李大局家在哪儿？你是哪儿的？你找他干啥？我是星探网的记者，我想采访一下安妮的家人，发掘明星的成长故事。那你找对人了，这是他姐。you
妮姐好心帮我，没想到自己却引火烧身，摘花的人头凑不齐，让她着急上火。可她有所不知，多年的冤家出狱，才更让自己面临着没完没了的铁板烧。那个，打火机。你这弄得不赖啊。你还买啥？不买呀，来新疆摘花把我名儿给报上啊。铁柱哥呢？哎呀，你赶快给他打电话呀。昨天晚上我听说啊，你要当这个经纪人，哎呦，一晚上没睡好觉啊。我就觉得你傻，人家潘金枝张罗了半天都没把人给拉来，你还把这包袱给接住了，你大妮儿有种。反正不管咋的，你要去新疆，我也得去。你看，那么大一个摊子，这一帮老娘们儿，你能镇得住？咋的？不想让我去啊？人家政府都不歧视我这种人，你可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啊！啥也不说了，这名儿给我报上了啊，我走了。哎，钱呢？啥钱啊？你哪天不给钱呢？有钱，不给你了。刘传勇，你是不是大白天抢劫你？把钱给我。不是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大白天谁能抢劫呢？你欠我的。我欠你啥？你欠我多了，你知道不？我这么多年坐牢，为了谁？拿你包烟咋了？这就是叫精神赔偿。走了。你到底想干啥？把钱给我。把钱给我。你放开，放开。你不理他。你干啥呀你？大白天的。去去去。笑话。大妮儿，咱不搭理他。谁笑话？给我报个名。谁笑话？你笑话。没看人家大妮儿正忙着了吗？小心让铁柱知道了，饶不了你。上来。你把他给我叫出来，我把他另一条腿也给他打折了。你敢？给我逮住。你想干啥？你给我出来！没了了你！把他叫出来！刘铁柱！大声啥呀？刘铁柱，叫来！你快点！刘铁柱！干啥你？你出来！谁？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！你刚从那号里出来，你还在信你啊？啊！我都恨我把你养大了，整天祸害人！滚！给我滚！赶紧滚！回来远远的！滚开！妮儿啊，婶子对不住了啊！你消消气儿，你找他刚回来，他也不知道撞哪门的邪，别和他一般见识啊！铁柱哥，铁柱哥，哎。你咋回事呀？你手机咋打不通呢？啥？哦，我电话扔家里边了，啥事儿？刘强友在超市闹事呢，缠着大妮姐不放。你赶紧回去吧。早走了，他来干啥？没干啥，买包烟就走了。那他欺负你了没有？没有。他说啥了？啥也没说，买包烟就走了。就这？就这。他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，我非弄死他不可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看着摊儿吧，我得赶紧进货去了啊。
接个电话。喂，师姐，忙什么呢？我正在准备拍摄十二木卡姆的深意宣传片。啊？什么？你要来新疆啊？啊，对。那什么时候来啊？定下来时间我告诉你吧。好多事我都不懂，到时候还得请教师姐啊。姐，这帽子好看吗？我戴。挺好看的。感觉太艳了。真好看。你是要去新疆摘花了吧？啊。姐，你去过？啊，去过。一看就知道你是第一次去。你到那干一次一天花，累得手指头都不想动。男孩骨子好看不好看？人没精神，打扮打扮不就精神了？姐，这个咋样？挺好看的，很漂亮。感觉还是有点艳呀。那要不然咱试一下这个？好嘞，试试这个。行。好了，就是他了。多少钱呀，姐？15。大妞姐。大妞姐，谁呀？铁柱哥，我大妞姐来。有啥事儿？出去了。没啥事儿，那就是几个报名的妇女，听说刘全友也报名了，他们反悔了，不去了。啥？刘全友也来报名了？就在这放着，你就不能自己下点啊？你说，我要去新疆一走几个月，你的日子还咋过？我不吃。你不吃，我得吃。吃完饭我还得开会呢。今天这个会啊，咱不去了。为啥？为啥你心里清楚？那你这人莫名其妙。你干啥去？开会去。干啥呢？咋了？不能去。凭啥不让去啊？就凭你藏着掖着不跟我说实话。嘿，我啥时候对你藏着掖着不说实话了？咋了？你倒是说呀。那刘全友报名的事你咋不跟我说？咦，那刘全友报名我压根就没搭理他，那没跟你说还不是怕你小心眼儿，听风都是雨的。他在号里憋了几年，火气又大，你的脾气压又压不住，咱惹不起他。上次打架你都伤了一条腿，这万一再要打起来，那有个三长两短，咱日子还咋过嘛？人都到齐了吗？都差不多了。哎，我咋不见大妞啊？喂，哦，孙长啊，啊，我这，你这干嘛呢？我就是不去，得跟人家说一声，把电话给我。都不去了，打啥电话的？你把电话给我，给我。其实啊，也没啥可说的，主要就是感谢大家顾全大局，支持我的工作。我知道咱们很多妇女同志啊，放弃了在家门口工作的机会，跟着我一起远赴新疆去摘棉花。这个呢，不仅是对援疆工作的支持，也是对我本人的厚爱。
在此，我先谢谢咱各位摘花娘子君们了。党代表，没人给你当娘子了，这一个个都是结了婚的妇女，干脆咱们这军啊，就叫娘们军妥了。哎，那可以。把手机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我不给。给我。不给。不给是吧？眼睛不能瞎，比我不亮瞎。眼睛不能瞎。你不能瞎。刘铁柱，你不拉扯我倒也算了，你这拉扯我，我倒是想明白了，这个会我必须得去开。